预定在2022年2月17日发售的拳皇系列新作《拳皇 15》，几乎是没有错过任何一场宣传发表的机会。在 The Game Awards 2021中公开了最新角色克隆的角色宣传影片。这位使用火焰以及身体大幅改造，招式与过去的旧角色 K49 与无名有点相似的神秘角色，似乎也与草地一族有所关联，并正在追寻其中一位家族成员。游戏也同步宣布了12月17日会再度开放限时公测，可以使用包含克隆在内的8名角色。究竟这只角色好不好上手，强度又如何，就等各位玩家自己试玩看看咯。